啊，你这个浇了汤底就好，再用再做一次啊，再做一次，不是，你有觉得我刚刚有聊天有影响到你？有一点哎，稍微好像。你刚回到我住在这，你要不要靠近一点说？我们都怕，都怕，不要不要，肉汁有肉条了哦。哎，要翻了，哎，不是，这主题不是。 师傅叫你这么做的吗？哦，这样师傅已经误会了。哦，那你自己要扛啦，你自己要扛哦，你这样，你自己就要这么做的哦。哎，还宝宝师傅，你跟那个我们老板已经串通好了，九秋桃，有这边交代，互换是不是？下次互换嘛。我们老板就会请你加入我们的战队。那边怎么当兵啊？哎，他有出游吗？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好像有点。上次吗？那个我早上去哪边吗？柬埔寨吗？柬埔寨。跑路了。东南亚。要跑路。去打工。煎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对，再够了。我还要待那个下一班。对，是不是煎错面？对
你家没有都是这种，是外送 Uber Eats Foodpanda。那他没有想说希望你可以做什么给他试试看？哎，我只会微波或者是用那个叫什么简单的东西。哦，那叫外送好，叫外送啊，叫外送。对的，你男朋友是哪里的？美国西雅图。西雅图。对。哦。啊，他最喜欢吃什么？卤肉饭、火锅。卤肉饭用，那这两个都很简单，为什么不做？哎，我不太会卤哎。你那个准备要切了？卤又不是叫你热炒快炒的，卤为什么不会？我准备要切了，我可能没办法跟你切。你在骂他？他难以消用，又叫这样啊？要换。啊，你这个焦了，汤底就好。再用，我再再做一次啊，再做一次。朋友，你有觉得我刚刚聊天有影响到你？有一点哎，稍微好像。叫你不要乱讲话。你刚回答我听不进去，你要不要靠近一点说？我们那个害的都他害的，现在何美不敢聊天。对啊，怕我们那个篮球教练会生气。给我，不会，他总教练会生气。有两次求救哦。对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用哎。那个蒜头再来点。蒜头，蒜头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不要慌。宝郎师傅，你不用那么卑微，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他最近都教的是何美，你只要叫何美跟陈道歉就好。我很不好了，我现在战机是落后，你知道吧？哈，你在问谁？你在对？他跟我聊天。你知道吧？哦，知道，所以说我不敢讲话。哦，压力好大哦，这个比赛。不要讲话，你坐就好。压力山大。欢迎你来我的战队。